欢迎来到 iMetrix， 我们是一家硅谷创业公司，我们致力于用我们的产品 CardioScreen 来改变心脏病的检测方式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运作的吧。史密斯女士正在经历胸痛，过去史密斯女士必须去医院看医生，在医院脱去上衣并摘下所有的饰品来进行心电图检测，而现在他可以在家里或办公室完成心电图检测。他可以通过打电话让护士和技术员来到他身边。技术员给他看了 iMetrix 生产的 CardioScreen 仪器，他拿出四个夹子，分别把它们夹在史密斯女士的手腕和脚踝上。然后技术员将导线连接到 CardioScreen 设备上，病人在过程中不需要摘去首饰、手表、脱去衣服等。技术员利用平板电脑，利用蓝牙连接 CardioScreen。心电图结果开始在屏幕上显示并进行录制，完成录制大约需要30秒。一旦患者信息注册，心电图就会生成。心电图结果也可以通过邮件方式发给远程医生，并发送到云端进行分析。CardioScreen 快速而简单，它已经在超过50000名患者身上，在多个国家使用，如印度、马来西亚、柬埔寨、以色列、沙特阿拉伯、肯尼亚、尼日利亚、拉丁美洲等，于2018年在沙特阿拉伯成功展开使用。CardioScreen 已经使用在筛查、诊所、救护车、重症监护室和术后护理等。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@imagrix.com 与我们联系，了解更多信息并进行使用。